借遇有人去撇撇帮衬，佢猛佢忍佢等咗一阵，只能令牌劲数，又要即刻奉蒲招呼要好。司机佢冇人性，关家姐个性恶定，但巨星效应太任性，打俾公司最后决定，要拒绝佢就算佢假天写信。炒咗这关家姐，谁用心编写？这故事娱乐班当冷饭，抄到冷淡当，最笑了大家高兴。这关家姐，对报道已经有过了默，再不暴露，要推上步，我就算。富慧保险情牵仔仔女女730，今晚7:30 ，Feel TV。